这人都哪去了？这一天可咋整？那得开心。咋不在这儿聊了呢？哎呀，这不凉快，搁这待一会儿。嗯。哎呀，贾队长，今天的眉毛立起来了。这咋又起飞了？别整那没用的，都站起来，来。站起来。站起来。立着呢，今天跟你们宣布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。啥事儿啊？知道吗？我跟张立东的这个事儿，乡里给出了公正的判决，不但没受批评，受表扬了。知道啥吗？青年创业先锋，那全乡就这么一个。哎呀，厉害了！那张立东没事了，那可挺好的哈。哎，那贾队长，那这荣誉是给哪谁的呀？这荣誉啊，表面上是给张立东，其实那都是给我老贾。张立东是我老贾一手培养出来的青年。啊，我说的嘛。这眉毛也立起来了，那是走道都横着走了，有点正形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二龙湖村的集体荣誉，你们都应该有集体荣誉感。没事给我宣传宣传，挨家挨户告诉告诉啊。知道了，这是好事儿，青年创业先锋。好，净扯这个老婆舌一天。慢走啊，贾队长。学我的是不是？这整那个没用的，赶紧宣传啊！张立东没事了。啊，我当初就觉着张立东是受冤。这回不寻思你们赔那点钱了？你说啥呢？我还能差那点钱咋的？最抠。大山，你这是叫队长？队长，我是来感谢你的。你那个举报信写的好啊！我啥时候写举报信了？别白活了，就你写的，我都看见了。不可能，我以前写的都是匿名信。整漏了吗？队长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，给我一次机会。马峰啊，当初呢我就合计这信指定是你写的，为啥呢？咱村除了你别人不能干这事儿啊。我本打算过来埋汰埋汰你，又一想呢，是福不是祸，因为你的举报，我跟张立东受到了乡里的表扬。那队长，那要你这么说，我还给咱们村里争荣誉了？你有功啊，功不可没。哎呀，贾队长，这几天可把我折磨完了，就因为这点事儿，我这内心呐可内疚了。就感觉对不起你和立东，现在好了，我轻松了。你们这是因祸得福啊。马峰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信呢还得写。不敢了，不得写呀。你加强点水平，整不好啊跟我跟张立东能弄一个县里的先进典型。你要再使点劲，我跟张立东背不住整个市里先进典型，那就更好了。我不敢写了，继续写，真不敢写了，不敢写了。呀，
什么情况？也没都立下来了。吴兵啊，这叫喜事当头，喜上眉梢。有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呢吧？我跟张立东的那个事儿，啥事儿没有，乡里还给我俩一顿表扬。这个呀，是我们全村的荣誉。现在，我们村应该掀起一个向张立东学习的高潮。我这也没有工夫跟你俩扯了，村里头好几百户人家没去呢，我得宣传去了，向立东学习啊，向张立东学习。哎，对了，吴兵啊，替我感谢一下姚总，感谢他对张立东养育基地投资300,000，谢谢。这就是你举报的结果？这不挺好吗？还做牌的？这要是从头开始大刀阔斧的开干了，有事儿啊？啊！得知你的喜讯，我是彻夜难眠，寝食难安。此时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只能登门来祝贺。谢谢。要说谢你，我是受之无愧呀。怎么说呢？得亏我的举报信写得好。虽然是举报，但是言辞之间欲扬先抑，表面是批评，实则夸赞。其实我都不想说这些，像我来邀功请赏似的。王马峰啥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对，就算我张立东欠你个人情。哎，严重了啊！一个村住的，有困难了拉一把手，都是应该的，是吧？哎呀，还有个重要事，这是村民那个入伍的钱，27,000块钱，在我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情况下，没人收啊。一致要求入股，支持你的事业。说这么半天，终于说件正事儿。这钱呢，我还得还给那个贵人呢。谁？晴晴姐，张立东没事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嗯。呀，姐。你终于拍着歪脖子老等了，是灰鹤，总算是天道酬勤，祖宗显灵了。小香，瞅啥呢？过来，还愿呢？这回信了吗？说我祖宗灵。干啥？我还什么愿呀？不是你们城里人咋这么能作？谁装了？拉倒。上次香肉丸里边多了三炷香，你当我瞎呀？哎，看着没？上次就是他。咋呢？上香不点你啥意思？这是什么行为呀？你这相当于给人家烟，不给人家火，你糊弄狗呢？当时忘了写，让他怎么还了？直接要呗，我给你作证。不行，
这事儿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要不，你帮我塞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，让他把钱装到一个纸袋里，然后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，你再去帮我取回来，行不行？就借个钱的事儿，整这么复杂吗？你帮忙吧，姚总，你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？那张立东的项目说不定赔不赔呢？那不是你提醒我的吗？我？对呀，你送我这两条小鱼儿，说二龙湖水质好，鱼游得快，你不就是想告诉我投资养鱼吗？姚总，你故意的，逗你呢。你酒厂的事儿可以开办了。啥？乡长为我们申请了创业扶持项目，虽然没有资金，但是有一系列优先政策。你以为我姚大连是猪脑子吗？虽然说我对二龙湖感情很深，但别忘了，我也是个商人。好，那我马上去筹备。去吧。爱情啊，有时候就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你只有不把它当回事儿，你才能够玩得愉快。我仿佛读懂了爱情。明年三叔就搬岛上住了。然后在岛上建买房。那你也要住岛上吗？我不急，我想在家陪你待几天，但是以后就得经常到岛上住了。没事的，我可以经常去岛上看你。嗯，那明晚我买点好菜，咱俩一起吃饭。行。立冬，我想。啥？立冬啊，我那个手机一直在响啊，你过来看一下吧。知道了。我马上过去。我先去了。哎，这还适应吗？啊？我知道有点破，有点小，但是你们稍微包容一下。我知道这有点小，有点破，但是你看我在这儿，不是住的挺好的吗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有点破。怎么会啊？怎么怪呀、啊？这玩意儿我看行，你可别看呐，我怕你们害怕、啊。你们山上，祖宗莫怪啊！祖宗莫怪，祖宗莫怪。那屋住个鸟人啊，离那个鸟人远点。祖宗莫怪，祖宗莫怪。那屋住个鸟人啊，太可怕了。你
他远点儿啊！祖宗莫怪。电话，谁呀？哎，立冬啊，贾队长啊，是我，啥事儿啊？我给你报个学习班。啥学习班啊？上市里学习养鱼。啥时候去啊？明天下午。明天？对。我晚两天去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抓紧去得了。那项目都立了，你不往上整好使吗？啊、哦，那行。哎，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明天说行吗？赶紧睡觉吧，那脚都泡烂了。嗯嗯。爸，你睡了吗？我想跟你视频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没事。爸就是老毛病犯了，不用担心。你怎么一个人在那儿啊？我弟呢？他能来照顾我呀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爸是怕影响你写论文吧。再说了，这家里啊，这都有护士，你不用操心吧？啊，爸，我想你。我想回家待几天。你的论文写咋样了？差不多了。爸，我明天就回家吧。那行，那明天就回。春花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嘘，晚上再说呀。哎，就是今天我可能咋的？可能去岛上盖房子。我知道，昨晚上你就跟我说了，去吧，早点回来吃饭。真是啊，这么急。桂香，我今天一定要把钱要回来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咋的了？我爸爸生病了，我得回城里一趟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千万别让张立东知道，这钱是我的。嗯。哎，如果被发现了，你就说这钱是你的。哦嘞。老王啊，
这个板房不用太复杂，简简单单能住人就行，拜托你了。哪儿的话，立冬哥对我三叔这么好，这点事儿都不算事儿。只要有材料，你放心，人工一律免费。我同意。立冬啊，啥也别说了，你就放心去学习。对，姐夫，有我们给这儿，就给你整板正的，知道不？爱情有什么？等，有你俩我还能放心？都好好干，啥事儿听三叔的，听着没？等我回来。放心吧，哥。老三，哎，哥，你配合老王运材料。放心吧，东哥，老王吧，就交给我了。春花姐，哎，今天就你一个人呀？啊，他们都去岛上了。啊，那个店里现在有钱吗？要多少？27000。你就是那贵人？嗯，也算是吧。那钱能还我吗？钱倒是在我这儿，可是……哦，这个能证明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字迹。嗯，那是谁委托你的呀？人家不让我告诉你。你说也是，哪有那做好事不留名的？钱就给你吧。行，那我拿走了，我走了，姐。兄弟，你那鱼塘开多少年了？开了至少30-40年了。啊，那利润咋样？利润嘛，瞅不出来吗？哥，实不相瞒呐，我这有个养鱼群。里边全是些养鱼大户，在里边交流一些这些养鱼的心得啥的。那鱼呀，个保个长得呢，又快又好啊。那主要就看你想不想干。干，当然想干了。你这个投资成本，你看你也知道，我这饭店刚装修。这都好说，这以后都自己人了，对不？哥，这么的，我赊你一批鱼苗。但你得按我的方法养，这鱼养好了吧，往外一卖，我还给你钱，这成本就在利润里扣。哎呀妈，兄弟，来喝酒。这些鸟需要时常通风，不然会有味道。行，没问题。行，那你等我回来，多给你带几盒面膜。好。对了，张立东。不知道钱的事儿吧？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。那就好。告诉他多好啊，还让他欠个人情。我不想惹那么多事儿，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，人心复杂。二明啊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以后啊。天天不用喝这么便宜的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只要你愿意，以后你天天有免费的好酒喝。你的酒我不喝。我就说嘛，二迷糊有原则，有骨气。我经常跟姚总这么夸你。不过。姚总让我当这个酒厂的老总，那你作为员工，你没事别老往那个鱼场跑，谁人比老大你不知道吗？以后你得多喝点咱们自己的酒。真拿自己当儿子，谁拿你蘸酱啊？哎，你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要什么骨气呀？姐，这还用想啊？咱村能写这字的人有几个？这铁定是艾青青写给张立东的情书啊！说什么呢？人家说的是借钱的事儿。借钱本身就是一份情，还搞这么复杂，铁定有鬼。
爱情就是一种欲擒不顾的把戏。果然爱情当中的人都是诗人，我是不是应该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？爱情就像一杯酒，想喝不想喝，喝还想喝，让你健壮的身躯却像风中抖擞的杨柳。梨花，哥说两句，要想获得爱情必须干出一番事业。你看看人家吴饼，天天守着那个酒厂，所以姚大莲才另眼相看。我要不要告诉李东？他应该知道的吧？你想告诉他吗？我应该告诉他。傻子才说呢。艾晴晴对张立东有想法，咋的？你还帮他呀？人家也是好心。这话你自己都不信，反正这件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张立东。为啥？咱也没明确是不是人艾晴晴，就算是，人家都不说，咱干嘛多事儿啊？可是没有可是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么多年被人追出来的经验啊。春花回来了。啥事你说。你先说。这还分啥前后顺序？你说，然后我说。那钱给还了。啥钱？就是那贵。别人借你那27000。那贵人是谁呀？那人我不认识。你看着了？就是留了张纸条，让把钱放在那儿。他戴个口罩就把钱拿走了。男的女的？捂得挺严实的，还戴个帽子。这借钱怎么还跟个特工似的？可能人家不想让咱知道，就别问了，还了就行了呗。也对，应该有不能说的理由。对了，你想跟我说啥？啊，我是想说岛上板房的事儿。啊，这事我知道。啊，板房交给老王了，别操心了。那挺好。所以，今天晚上就不能一起喝茶了。啊？啊，不是，今天晚上就不能在一起吃饭了。乡长给我报了一个学习班，我也不能拒绝，早都报名了，忘记跟我说了。哎呀，也没啥事儿，半个月就回来了，对吧？板房基地要距离这块水域不能太近，你们要考虑考虑这具体位置啊。对，你们一定要听三叔的，离这个水边啊稍微远一点，把这基础一定要打好。你们几个好好干，说不定东哥一高兴啊，给你们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以后就不用跟着我了，今天有活明天没活的。王哥，你不用拿这话激我们，再怎么的这活我们也得干好，这毕竟是咱们村希望工程啊。嗯，有觉悟。侄子，帮我看看那俩人，那不徐德贵吗？另一个呢？
另一个不认识，看这么眼熟呢，不会是你的债主吧？我身上可没钱啊，集合早还完了，在哪儿见过呢？谁？立冬啊，你等会儿，啥事啊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进城去学习这么大个事儿，我们能不来送送吗？我代表本人、村里，还有所有的父老乡亲，对你这次学习呀、啊，那是非常重视，希望你学成归来，再接再厉，是吧？我尽量努力。那什么，你有啥困难跟贾哥说，贾哥给你办了。没有。那贾哥有点困难，能不能给贾哥办了？不是贾大山，你啥意思？我这都出门了，咋的还得发挥点余热呗？你咋这么小气呢？啥事说，开会我就不去了。开啥会？开会呀、啊？有个人要进城，合计跟你一起去，这不互相有个照应吗？就在村口等你呢，行吗？就这事啊？走吧，走吧。东哥，我帮你拿着。走。毕哥，哎，走得这么匆忙呢？哥没啥准备，拿点水、饮料，上车上喝。跟我客气啥呀？那谢谢了啊，注意安全。好嘞。立冬出门求学了，二龙湖村民等待你的胜利归来。哎呀，其实。最应该委派的人是我。有才之人哪儿都不用去，自学成才。你这样说我倒是没有错。可拉倒吧，我可没说你。我那酒厂马上开业了啊，到时候进酒上我这去。哎，咋这么快呢？立哥，你这走咋不说一声呢？啊，这也不是啥大事儿。你看，你跟我说啥？咱家不有这玩意吗？走走走走走走走啊！没事，铁刚，我坐客车去就行。你看，老跟我客气啥？快把那行李装上，装车。走走走走走。不是铁刚，我真坐公共汽车去就行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铁刚啊，我这还有个人呢。晴晴哪去？晴晴啊，那个晴晴啊，快来来来，来给装上来。不是，这咋还整个陪读的？这不嘛，那个我都跟那个立冬说好了。你说那人就他呀？啊，这不顺路吗？正好晴晴也回家，一块走呗。行了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晴晴，你坐后面。来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春花，自己在家注意身体。饭店晚上早点关门。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我自己能行。我磨叽呢，快走。那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走吧。慢点啊。那个先送你俩谁呀、啊？女士优先，先送她。行，这大黑轿子去哪都行。请你拿点东西，你咋不去呢？我不是老板吗？你瞅啥？他是司机。哎呦喂，我还以为谁呢？这不我家阿凡达回来了吗？你能不能搭把手啊？不对呀、啊，姐，你那些鸟呢？不拿个箱子回来？别废话。你不有保镖吗？让他拿。哥们，能不能别闹？哪有保镖这个头的、啊？你对象啊？哎！哎！哎！这啥人呢都？
铁刚，回去你慢点开啊。立冬啊，咱们这也属于上大学了，别着急，慢慢搁这学，学不会不能回去啊。你就放心，家那边有我呢，你尽量晚点回去啊，努力的去学吧。你慢点啊。终于走了。啊！鸟无头不飞，心没祖宗没有根。咱们几个今天必须选出一个带头人，掌管岛上一切事务。那不有三叔呢吗？三叔研究鱼呢。哪有时间研究咱们呢？还选啥呀？我早就是咱公司副董事长了。我姐夫走了，那就公司就得归我管。鬼买！你是自己封的，东哥同意了吗？哎，自封也算数。听听，这是人话。但那是以前，现在我加入公司了，就得重新开始。东哥，我俩是把兄弟儿。还是拜把子，谁看住了？对，你说那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还说东哥是我干爹呢，他能干呢？我还说他是我爷呢，你能干呢？我干呢。要说近，谁有我和我姐夫近？我是他亲小舅子，对不？你上一边行不行啊？你姐都跑多长时间了？套啥呀？搁这儿啊？能不能闭喽？要脸不得呀？哎，咱不靠裙带关系，论能力，这里边非我莫属。涛这话说的对，你们一个个的咋跟他比呀？啊，人家是海龟，大海龟。真有能力，我拉把人徐德贵饭店给人干黄了。谁告诉了？要是涛子当时咱村质保队副队长，那也是官场上混的，职场。这话还拿出说呢啊？咋的呀？就是借钱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呢。嗨嗨，哎，打人不打脸。接人不接短，咱有事说事儿。老规矩，民主集中，这海选。好，公平起见，投票表决。投票谁怕你啊？同意桑涛当董事长的，举手。四票。同意我当董事长的，举手。五票。不是你们四个人咋选出五票了呢？你瞅瞅啊！哎，别动！我放下。喂，你站！嘚瑟！就能取一个。四票，咱俩平票。叫什么名字？张立东。记好啊！你家在哪住啊？二龙湖村。二龙湖。要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男的女的？男的呀。啊，那没事儿。啊，这是房间钥匙503，拿好啊。哎，上那边领一下学习资料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同学，哎，新来的哈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再来一条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哎，哎呀，再来一条嘞。我心里有没有搞错？你打断了我的创作灵感了，哥们儿，你这有耳机，你自己听。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好的音乐是要大家一起分享的哦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学养啥鱼的？我养什么鱼呀？其实我是做这个的，小偷。什么小偷啊？我是，哎呀，导演，导演。对呀，这儿不都是学养鱼吗？咋
这还能学了拍电影？我之前是做导演的，而且我一直想改变大环境，结果没有想到被大环境改变掉了，所以我就只能来这里养鱼。那我现在可不可以睡觉觉啊？你睡了？那我睡了。完了。我步履蹒跚，追赶未知的彼岸，却兜兜转转，仿佛回到原点。我独自翻看那些流逝的时间，有多少不堪，多少体面，又彻夜难眠了，整晚为明天打算，路还有多远，仿佛若隐若现。收起不安，努力让自己坦然，谁的昨天没有遗憾。尴尬的局面，我怎么扭转才不会难堪，当泪被吹干，一切换一次圆满，挣脱